这个对我们也都是要有这个激励的作用。然后是做纪念徽章，这个哎，你这一口就哎，看我们口啊，这个要有一个金子的徽章啊，然后带到这个大庙啊去，哎，那个跪跪啊，过火，对啊，这个我这个加持啊，啊是蛮这个可能也会激励人心，激励勇士勇。以上这是我们刘西亚这一组的一个这个大家的这个讨论的结果。我报告完毕，谢谢。谢谢。那个林立老师。